金曲奖颁奖典礼的现场，刚刚颁完了女歌手，现在该颁什么奖你知道吗？没错，就是男歌手奖。所以各位入围最佳男歌手的实力派唱将们，准备好要演唱你们的心情了吗？你看女歌手这边看，等着看笑话，看好戏哦。好开心啊。谁要先唱？怎么样，有没有自愿先唱的？老将先唱还是新生先唱？被称为老将会不会太过分？不会不会，中生代，中生代。老将啊，我是啊。你是中生代？十几年了、啊，那我算什么？你算老人。所以老人刚刚最先唱，接着唱。好，唱什么呢？唱现在的心情。你的感想？没有感想，或者觉得好烦啊，都可以。刚刚我坐下来的时候，坐了萧敬腾的椅子上，感觉他好烫，让我屁股有点问题，有点爽，所以有没有得奖都无关。Yes， 哇，唱完了，很爽。没有，我觉得我从来没有这样，好不好玩？那么押韵过，你这根本就是小张帝嘛，你有散文的感觉，好玩了，好玩了，好耶。没想到他喜欢坐人家坐过烫烫的椅子，是屁股可能有受冻过。接下来你们要听谁唱？写心唱？萧敬腾、林俊杰。好，好，我们照顺序来好了，好不好？第一句要有个人特色。你干嘛一直模仿林峰啊？你啊，对不起对不起，你模仿可不可以再念一下？他是林峰接班人，你不知道？直接来哈 ，Baby， 我想得金曲奖。哇，这算 rocker 吧？我就是想得奖，是，对不对？林俊杰，他脸部不是很自然的感觉啊！好玩，他想我刚刚表演那么长，现在还来考我？还要唱？啊！刚刚表演得很好，现在锦上添花。好，出奇招。不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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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就是我的心跳。不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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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好紧张。我欣赏你的头发。哎，这就跟江蕙说你的舞跳得好是一样的意思。我以为你要说陈奕迅，我希望你得奖，结果是我欣赏你的头发。你这个家伙心机也挺重的。哦，有用心去想歌词，把重点拉到头发上面，让大家忽略他的歌声，模糊焦点。